新鲜的兔子屎。好，你化完妆啦。在拍斯个诺啊。喂。昨天晚上把鞋补好了，远远的看感觉看不太出来啥，不过能用就好了。因为今天早上九点跟老师一块做了个实验，所以现在是11:15，打算跟学校附近的这个公园做一下锻炼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今天打算做核心2.0。下面做一组 drop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一天的常规训练，就是腹肌跟臀部，加油！今天的训练就做完了，就我后边的一个树丛里其实有好多兔子，我刚来的时候外边就趴着四只小兔子，不过人一来它就走了。然后我在做操的时候发现这儿还有一颗新鲜的兔子屎，其实旁边还有好多了。 OK， 就这样回家啦。刚才忘了说，大概运动了一个小时10分钟，650卡。这个是今天的午饭，鸡蛋清、红薯、西兰花、豆角，还有一点点胡萝卜，还有一个酸奶。我一会儿要稍微打扮一下，因为今天晚上要去一个老爷爷家摘樱桃，所以洗个澡。稍微化个妆，化点妆。好，你化完妆啦。的确是比不化妆好看好多。我的就是这样，现在先要去学校做实验，然后大概5点多的时候就去老爷爷家。Hello， Maxi， 来到老爷爷家，家的樱桃真的是太多，而且特别的矮，开心，开始摘起吧。嗯，以为是个虫子。哇塞，这篮好紫呀！在拍斯个诺啊！喂！晚饭一点青菜，一个酸奶，再加一个红薯，半个红薯。对了，我吃完饭肯定还要再吃点樱桃。化了妆是不是超级好看？我刚才忘了录开始了，就是现在我要跑3公里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明天见。